大家好，我是215的幼养学生黄博瑞，同时也是班上的吉祥物帅气伯，兼化学、数学、地理的小老师。在班上，我不仅会热心的帮助同学解他不会的题目，成绩也还蛮不错的。然后，我如果同学伤心时，我还会关心他。在校外，我会帮助街友。行了，这样。